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款小魔仙美容装扮的游戏。一般女孩子比较爱看，看一下是如何化妆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吧。小魔仙美容装扮。这是巴啦啦小魔仙。我们点开始游戏。哇，脸上长了那么多青春痘啊，还有那眉毛长得好像是啊，扎了好多刺一样，不好看。这女孩长得挺好看，不过啊，那几个青春痘太扎眼了，看的哎呀，反正我感觉好不舒服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啊，开始除痘。先脸上打一层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敷一层，这是洗面的吧？洗面奶吗？应该是洗面用的。啊，鼻子上，哦，我们抹齐了。现在我们拿水冲一下。慢点，哇，比刚才亮多了啊！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这已经洗过脸了，下面我们点击下一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祛痘的工具。这是难道是一个针吗？我们都要扎破它吗？啊，扎破了那肯定很疼的。我们试一下。小多了，不过还有痕迹，是吧？它那个脓包我们好像挤破了，但是脸上还有红红的印记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样也不好看呐，一点一点的，那想怎么办？啊，点下一步。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做了一个面膜，脸上抹。抹到脸上，抹匀额头，两边的脸，然后是下巴。下白膜好了，现在要拿水冲一下，把面膜开冲一下，效果如何？效果好多了，不过脸上那些痘痘的红点还有，我们还要经过下一步，这痘痘想要完全去除的还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是什么？我们要打碎它，也是要做面膜吗？好像是牛奶，这是什么？应该也是一种面膜吧？啊，也是的。弄两块橙子片，哇，痘痘不见了，真漂亮。还有哪个地方看的有点不对劲呢？是吧？眉毛，他那眉毛怎么像扎了针灯刺呢？不好看。现在要修眉毛了，这是镊子，难道一个个加起来吗？这肯定很疼啊，一个个加起来，拔起来，这肯定是要拔掉的，可不是剪掉，很疼的。好看多了。这小美女终于露出来了。我们跟她选择一下她的发型。这款显得太成熟了。这款也挺不错的。这款太中规中矩了。这款老气的，这款不好看。
我们要这一款，这个夸张一点，然后看他的衣服。哇，这是什么衣服啊？啊，这个差不多。哦，这人行啊，金光闪闪。哦，这款的比较亮，就这一款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头上戴的皇冠，蝴蝶结，花。啊，这个不好看。这个不好看，好像一个霸王龙的脊面。蝴蝶结，哇，这个太夸张了。啊，这个不好看，这个没有立体感。啊，还是这款吧，我觉得这款好一点。这款。下面是化妆了。化妆先画眉毛，我们试这款。画眉丝的。这款。再试这款。这款呢。对，这一款，这一款就行了。这什么？这是眼影。这个不行。啊，这个行，可以。这个也不行。啊，这个可以。啊，这个不明显。哎，这个不好看。这个有点夸张了。这种吧，这种的好看一点。啊，下面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美瞳，眼睛的颜色。啊，哪种呢？这种吧，这种不准，不行。还是这种吧。这种看着眼睛很有神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腮红吧？哪种呢？不是太明显。啊，这种吧，这种就可以了。哦，这是口红，这个比较淡。啊，这个还行。哦，这个深了。啊，这个可以的，真行的。哦，这个不行。这种啊，还是这一种吧。然后再深一点，哦，就这种就可以。啊，挺不错的，漂亮吗？感觉挺漂亮的，展示一下。哦，看多漂亮，小魔仙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这款游戏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下次吧，下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